系啊，今日好日子，啊、今日好日子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吓、啊，系系，咁、嗯、咁你哋一家三口去观礼咯？你有冇带阿津津去？今日佢哋今日唔系，因为今日都要翻学啊嘛。咁我哋食饭咯，夜晚黑食饭咯。哦，食饭啊，好开心啊，因为。即是大家都找到相爱相处到白头的人啦，咁好祝福他们，希望他们快啲生 BB 啦，因为见到他们都好开心。嗯，你中唔中意依个弟妇啊？俾佢几多分啊？好高分，好高分。阿 Lin 是一个好贤良淑德的女仔，系啊，咁性格又好好啦。又好温和啦、嗯、又好体恤人啦、嗯、好乖巧咯，系。你同阿文龙咁恩爱啦，你有冇俾啲贴士佢啊？佢哋一对新人啊。其实真系最紧要咧，系好老土嘅，虽然嗰句、嗯、都系互相尊重咯，嗯、即系唔可以系单方面去就晒一面啊，或者即系单方面嘅爱系唔得嘅，即系双方都要互相迁就尊重。好、嗯、老土嗰句真系相敬如宾。